来自耶稣的母亲信息。关于能量波动、通灵、银河女孩。问候地球上亲爱的儿女们、孩子们，是我，你们的圣母玛利亚。今天我怀着对我扬声盖亚孩子们的爱来到你们这里。身为地勤人员，阅读这篇文章的你们是感受能量波动最大的人，并且在你们的精神核心深处敏锐地感受到了它。银河女孩，我看到梅尔卡巴结构旋转的脉轮，它看起来像一个由恒星和行星组成的星系，但我知道它们是能量门户、细胞和结构。你在光中活着，作为源头的分型，你可以深刻地看见和感受到。我也看到并感受到你的痛苦和不耐烦。你一直在允许内心深处的改变和治愈，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。现在你会看到周围那些没有意识到、没有完成工作、选择推迟治愈的人受到高影响能量的结果。疗愈有许多形式，你可以看到，从一个现实中释放出来，实际上是一种疗愈，一种能量和位置改变的疗愈。许多你眼中的灵魂其实并不是灵魂。你周围的许多人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一直在你的世界中感受到阵痛。事实上，当我化身为约书亚 Yeshua S 的母亲时，那也是一段动荡的时期。这是帮助和协助盖亚释放他的锁链的爱的劳动，这是跨越数千年的爱的劳动。你们中的许多人与我一起研究这个问题的时间比你们想象的要长，现在是这个计划的高潮。我圣母玛利亚用爱、理解和同情的眼神看待你们。我以富有同情心而闻名，我希望你能感受到同情心，而不是对你的同胞进行评判。同情那些选择不同道路、不同经验的人，对那些与你不同的人的爱和接纳。当穿过狭窄的山脉时，大多数人行道都很狭窄。许多徒步旅行者在树林里常常感到孤独，尽管他们周围都是树木和森林生物。他们并不孤单。您可能会在人行道上感到孤独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你们被一支光之大军、你们的天使和与你们同在的银河兄弟姐妹包围着，对此已经有很多讨论了。目前对于银河系的参与仍缺乏了解。事实上，这一切都取决于源头，取决于神圣者。我们都是这个神圣计划的一部分，一起工作，一起创造，一起维系光。我圣母玛利亚用爱的眼睛、坚韧的力量看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坚韧的时刻，因为正如你们所知，当世界崩溃时，一切都会被揭露。这就是启示这个字的意义。一切都会揭晓，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，强加给你的社会规范可能不是出于最好的意图。有太多的事情将被揭露。除了源头之外，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，真正的计划。源头就是爱。源头是神圣的爱，我们是他，他的威严和光的各个面向。我们拥有同样的威严和光芒，现在就是你最闪耀的时候了。我母亲 ,I Mother May, 现在正在与我的索菲亚 ,Sophia, 守则持有者团队交谈。作为神圣遗传密码的承载者，我们在这个领域播种了基督水晶 DNA 模板，这些模板现在正在从内部爆发到自我实现。这很好。这些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祝福，是的，他们是痛苦的，是的，
你的银河兄弟姐妹没有你自己的观点，他们怎么可能？你们都是源头的个人化分型，所以当然你们都有自己的经验，自己的观点。地球一直是个监狱星球，充满了失落的痛苦、折磨，也充满了光明、重生和更新。随着旧政权的废除和新政权的建立，更多的是后者。新事物的创造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的过程，事实上很少如此，除非你是虚空中的扬升者，而你的能量与神性完美一致。出生是混乱的，有异体，有疼痛、尴尬，有时失落和悲伤。但是盖亚的再创造，它的诞生和人类进入扬升领域的诞生是有保证的。是的，它可能不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干净和理想，但它仍然会发生，而且它现在正在发生。我们索菲亚密码持有者说话，我们寄给您我们的光之密码、疗愈之码、力量之码。银河女孩，他们拿着发光的花环，里面装满了看起来晶莹剔透的百合花。我们将这些光之冠冕放在我们的受膏者身上，现在放在我们的地面团队上，放在那些带有基督之光印记的人身上。我们将创造一种进一步的发光的、和平的、光与爱的。这些时代是你出生的时代，也是你志工的时代。你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你的外表美丽或 3D 方面，因为你远远超出了这些事情的荒谬。您之所以被选中，是因为您拥有巨大的成功记录、光明、力量和坚韧。我们索菲亚密码持有者现在就点燃你。银河女孩，我感觉很热，我的身体在发光，我听到微小的铃声和爆裂声，就像冰嘎吱作响和破裂的声音。我看到水晶矩阵在明亮的发光，他们把发光的百合花像链条一样围绕着盖亚，将它们编织在一起，超过它。这就是这个领域恢复伟大的时刻和地点。时间就是这样，时间就是这样。现在钟声响起，我们是光之索菲亚密码持有者，我是迷的圣母玛利亚。孩子们平和与和平，来自圣母玛利亚的祝福。 I am Master Mary。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